家一同欣赏喽。再见之福，收获奇迹。王子殿下献给明天的吻，还有新的港湾，大家看得开心吗？好了，我们今天小张圣诞季的第二个 MC 的公演主MC 主题是你去过的最远的徒步旅行是什么？哇哦，哇哦，是不是很高深？我先说，我去过的最远的徒步旅行是从我家到一号线地铁站。哦，好远。然后我就坐上了一号线，腾啊腾啊腾，腾到新庄，再换五号线，再腾啊腾。好了，就是到学校啊，哇，好没有意思哦。是，其实说徒步旅行，徒步旅行，我觉得有人会去徒步旅行吗？就很累哎。应该有吧。除非自己非常的有心情，然后又非常的就是失落、寂寞、难耐。就一个人要特别文艺的时候，就要徒步旅行。对，然后带上一副耳机。口笑云肯定经常做这种事情吧。像你这么文艺又迷人的少女，是的，是的，就是那种失足少女，不是，失足了，什么时候失足了？不是，我是年轻的时候吗？不是，我是说就是有困难、有烦恼的那种少女。哦。哎呀，其实说到徒步旅行的话，就一直都没徒步去过哪儿，因为就是我们家的楼顶上停了一辆飞机。哦，你怎么不说停了一辆宇宙飞船呢？然后每次都会去什么埃菲尔铁塔、泰国啊，还有。什么泰国啊，什么泰国啊，什么泰国，萨瓦迪卡，阿曼达姑娘。平时的爱好有点广泛，考考古啊，什么什么的，所以对有钱任性，还喜欢考古啊，原来是啊，失足少女也喜欢考古。像我不喜欢徒步旅行，我喜欢就是一大帮子人去，泡温泉。哦，因为我去年寒假的时候和。Kiki 还有武哲还有弯弯去恐龙园，是恐龙园泡了温泉。我发那个微博，想去吗？小艾，下次一起去。小艾是个男孩子，他不会跟你去的。我还没说约嘛，他已经跟我说不约了，我好难过。我被拒绝了。我们可以约着去真三马之类的，可以。哦，反正赤裸相见的地方都可以啊。嗯。那小爱呢？嗯，小爱喜欢去什么地方旅行呢？徒步去吗？就也可以不徒步去，因为现在地球太大了。其实我非常的想体验一下，就是之前微博不是有个很火的嘛，就是去西藏那个，我就本来。可是去完西藏都从一个白人变成一个黑人。是啊，我就特别想体验一下那种就中间的那种经历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变黑的那种感，晒日光浴的感觉吗？应该不会晒成。我第一次感觉这个 MC 是如此的难受。不然我们现在想象我们已经到了某个地方吧。我们想要到了哪儿？孔祥颖家楼上吗？孔祥颖带我见一下你家的飞机呗。我想从小到大没见过飞机，俺们那高的没有飞机。那边很危险，我就不带你去。你应该说你喜欢冒险，笨。我喜欢冒险，我特别喜欢去蜘蛛洞冒险。小爱呢？其实话题已经聊得差不多了，你不觉得吗？是啊，聊得差不多了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欣赏下一首歌曲《毒蜘蛛》。Yeah. Yeah. Yeah.